错了，我累了，到了明日会变吗？还有机会做孩子吗？前行，一路飙升，不关乎年龄，最后默做了笔交易，以为能打破的努力成了天庭。他的善良控制他的举动，天生的天真却被利用。他的选择是相信这个世界，但这世界带给他的直接，他没想到原来丛林发的竟是这般残忍啊！原来眼睛看到的并非就一定完整啊！他想不用善的世界能被改变，纯真的孩子很怀念，他也想不被这个环境改变，不甘于失败，不过不愿当个败家。机会做孩子吗？